千秋扬名，万古流芳，满门忠烈。丹心照汗青，铁血扬家天不及中天涯，捍卫国与家，千秋扬名，万古流芳，满门忠烈。丹心照汗青，铁血百花神应该不会在这个地方吧？谁说的？应该在这里啊。那为什么找那么久还找不到呢？不会错的嘛。奇怪，那怎么还找不到？应该对啊。对，那找了半天还找不到，你看看，明明就不是这个地方嘛。应该是啊。怎么那么笨，记都记不住？那你为什么不记？我。姐姐，我们这样干等也不是办法啊。要是用梁汉交战回来的话，人还没到，声音早就到了。我们除了在这边等以外，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哎，我们可以请太君帮我们出出主意啊。这也好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姐姐，秋水姑娘也不是外人，你就说吧。焦赞和孟良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我和君君都很担心。哦，他们还没有回来，有没有说到哪儿去啊？有啊，他们说要去找百花神医。去找百花神医？是的，自从他们把大姐的事告诉太君以后，他们就去找神医求药方了。求药方？是啊，求药方给大姐。哦，八妹怎么了？哎，秋水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自从八妹练成了绝情剑法之后，她整个人的性情都变了。哦，焦赞、孟良他们两个也真是的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去找神医呢？听说那个百花神医脾气很古怪，动不动就杀人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神医忠奸分明，他古怪是闹着玩的。是啊，欣欣、君君，
你们两个也别太担心了，吉人天相，何况他们是为了去救八妹才去的，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说不定是路上碰到了什么事才耽误下来的。欣欣、君君，你们放心，等元帅和柳大侠回来，我会让他们去找找看，你们两个先回房里去休息吧。谢太君。娘。太君，你们回来了。六郎，焦赞和孟郎去找百花神医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欣欣和君君很担心。哎，叫他们不要担心，焦赞孟郎武功虽然平平，但是去找神医不会有危险。话虽然这样说，可是万一他们碰到耶律飞，就不会对付。耶律飞？不错，我们两个刚才跟耶律飞交过手，他好像练成刀枪不入的魔功。哦，那焦赞和孟良岂不是凶多吉少？那也未必，焦赞孟良机灵的，就算他们遇上耶律飞也不会硬拼，他们会想办法的。太君，我们要想办法对付耶律飞，交战孟良就交给我去找。好，但愿他们两个人真是吉人天相。也是你啊，大姐。你们俩跑到哪去了？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大姐，我们碰到耶律飞了。是啊，我们还跟他大打一场。不过一个不留神，我们就被他抓了。是啊。这么说，你们是逃出来的？耶律飞在哪里？在山那边的一个山洞里。好，你们回去吧。大姐，大姐，走啊。
谁？太君，是我。春池，进来。太君。天池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休息？我是来向您提我跟八妹的婚事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想尽快跟八妹成亲。这个，太君，现在杨家沉冤得雪，正是我跟八妹成亲的好日子。虽然我们杨家沉冤得雪，可是八妹她不适合和你成亲。太君，您是不赞成我们？天池，我能有你这样一个女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何况你对我们杨家有恩，只是八妹她……八妹的事我全知道。什么？八妹的事情你知道？那你……不错，自从八妹练了绝情剑法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虽然做出很多不合情理的事，只不过是报仇心切而已。不过如果让他就这样下去，后果就会不堪设想。天池，你明知八妹中了绝情剑法的魔力，你还愿意跟她成亲？八妹是因为我跳下绝情谷而练成绝情剑法，现在又中了绝情魔力，我是不能不管。天池，我不能让你再牺牲了，因为现在的八妹已经不是以前的八妹了。太君，您错了，对我来说八妹还是八妹，而这次我也并不是牺牲。我相信我跟八妹成亲以后，我就会带她到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，在那里她就不会再伤害别人。再加上我对她的细心照顾，他就会慢慢地除去心中的魔力。太君，您就成全我了。去哪里了？我到处找你们，星星跟君君很担心啊。啊，我们是为了大姐最近的事去找神医，结果这家伙乱带路，害我们跑了不少冤枉的路。那找到没有？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呢？我们遇到耶律飞了。啊，耶律飞。他放你们回来的？不是啊，我们是趁他练功的时候逃出来的。耶律飞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。哦，我们没有从他的山洞往下爬，我们是从他山洞往上爬，然后绕回来的。他没有追到我们，不过我们倒是遇见大姐。八妹，她在哪里？哦，大姐叫我们先回来，她自己可能去找耶律飞去了。嗯，我去找八妹。想不到这耶律飞的武功
现在变得这么厉害。如果由他来带领辽兵侵略我们大宋，那我们杨家将可要全力以赴了。娘说的对，保卫我们大宋国土是我们杨家的责任。就算耶律飞有三头六臂，我们也应该把他除去。元帅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兄弟俩一定听你的。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耶律飞现在走火入魔，如果真的由他率领辽国大军，就如虎添翼。我听六郎提起过，辽国的萧后想跟我们大宋联合，不过耶律飞的野心这么大，依我看辽国的萧后不会这么轻易把兵权交给他。嗯，天池说的对，有耶律天威前车可鉴，萧后是不会这么笨的。我看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呢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不过只要有耶律费在的一天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安宁。我们一定要除去这个残忍成性的妖。六郎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一切可是要小心行事才好。八妹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不是跟耶律飞刚交过手吗？哦，我没什么话可说的。总之，杀耶律飞少不了我的。那就好。啊，八妹，天池向我提起你们的婚事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等娘挑选吉日就为你们完婚。恭喜刘大侠。哎，那我们也可以一起请啊。行行，那我们呢？啊，八妹，你认为我们的婚事怎么样？没怎么样，我不能嫁给你。我们成了亲以后，我就会带你去一个了无人烟的地方，慢慢除去你心中的魔力。你要除去我的魔力？那我的绝情剑法，我的绝情剑法。动手吧！如果你真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就用你的绝情剑法杀了我。
萧索，绝情神功自无存。怎么说？我是要砸灵池穴，才能破魔功吗？那我不是要死吗？我不是要死吗？八妹，八妹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，哎，五哥，这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呢？自从上次火烧结束之后，这里就只剩贫僧一个人了。你看，这一片茶园都是我自己种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了，八妹？五哥，这事情没办法解决的。阿弥陀佛，世俗烦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一时是无法解决的。五哥，这事情只有你能帮我，如果不帮我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我佛慈悲，你先跟我来。是被绝情剑法所扰，五哥，难道我真的要一死才能驱逐绝情剑法的魔功吗？虽然俗生凡事是会有很多苦痛，但是仍然不能随意轻生。可是我总是控制不了自己。这一切只不过是心魔作祟罢了。那你教教我，教我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你一心急就会助长心魔作祟。好，
贫僧就用佛法助你驱除心魔。你先在佛前跪下。心平气和，消除心中一切杂念。是命消损，绝情神功自无存。若得他山奇药材，血挖冰莲使重生。那冰莲和雪蛙的确是天下至阴至阳之物，确实可以治好杨八妹的绝情魔力。那我到哪里才能够找到呢？这恐怕就太难了。那冰莲就在天山七峰，而雪蛙却在苗山，而且那天山冰莲50年开一次花，你是不是能得到它，那就要看杨八妹的造化。多谢前辈。昨天晚上京城以南红衣妖魔又在出现了，杀死了很多无辜的人。昨天又在出现，你们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禀太后，据一位临死前的士兵所讲，红衣妖魔就是耶律飞。会是耶律飞？禀告太后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，这么慌慌张张的？耶律飞闯进宫来了。耶律飞闯进宫来了？来者不善啊。哼，怎么见机行事？耶律飞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。看我？我当然是欢迎了。现在国师的位置已经空出来了，这个位置当然是由你来填补的。我的武功已经是天下无敌，耶律天威就是死在我的手下，您就是让我做个国师，就这么简单吗？不不不，你武功盖世，统领辽国大军的责任
当然是由你来担当啊。好，由我带领辽国大军，一定能攻入宋国，杀尽汉人。好，来人呐！在。请国师到寝宫去休息。遵命。国师请。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的心魔已经根深蒂固，以贫僧现在的功力也只能助你暂时压制。五哥，那我在发作的时候该怎么办？当你要是再身不由己的时候，你只要念我教你的降魔心法，便能够暂时镇住心魔。没找到，不过我在绝心谷发现一个秘密。哎，什么秘密啊？解除绝情魔力的办法。什么样的办法？快告诉我们。是啊，不过这个办法非常困难，也很危险。首先要铡灵磁穴，然后再用天山的冰莲、苗山的雪蛙煎药给他喝，就可以解除心中的魔力。什么？铡灵磁穴啊！哎呀，这一铡不就归西了吗？啊！天山的冰莲，苗山的雪蛙，到哪去找呢？我见过百花神医，他告诉我，这两种药的确是非常难找到。可是为了救八妹，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要找到。至于铡灵磁穴，
刘大侠，我看我们就先找这个冰莲跟雪花再说好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先去找药。好，我们分头找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天山冰莲跟苗山雪花？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这么贵重的药材，小铺实在是没有。啊，老板，你这店名叫济世药铺，哎，应该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嘛。哎呀，啊，客官呐，那是我本铺的招牌呀。其实我们配的是一般的药材呀。那到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呢？哎呦，二位，我这开这个药铺啊，开了十几年了，我见都没见过呀。等我等一下。哦，老板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天山冰莲跟苗山雪花？没有，哪找得到呢？请问您啊，天山的冰莲哪采得到？神经病，这是天山吗？那苗山雪蛙呢？我看你们俩这个德性啊，一辈子也找不到。切，不是，大叔，大叔，惨了，这下救不了大姐了。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留下来，听见没有？上！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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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说，天山冰莲在什么地方？我说。
八妹，你去哪里？我们当初来找你。我们可以去。八妹，八妹，哥，你在哪儿找到八妹的？我在茶馆看到八妹摇摇晃晃快要晕倒的样子，我就把她扶回来。八妹，八妹，娘，八妹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娘都要担心死了。我到五台山去找五哥去了。去找五郎？对，五哥他教我一套降魔心，我暂时可以压住心魔，但是我非常非常的难过，而且不能根治。那么五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解除心魔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那就是重击凌迟穴。砸凌迟穴？不能这样做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太君，八妹这么难过，我先扶她回房休息吧。不，我不能回房，我随时都会发作的。娘，你帮我关进密室里，我要练降魔心法。秋水姑娘，请你扶我到密室，我要把自己关起来。把八妹关在密室，使她不能够再伤人，是不错。可是，也要想个办法，除去她的心魔呀。砸凌迟穴，会死的。有办法，也等于没办法。八妹，这可怎么办？元帅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八妹为了要杀耶律天威，替你报仇，她练成了绝情卷法。可是，她现在却受着绝情魔功的纠缠，痛苦万分。我这做娘的，同样是心痛万分。元帅，你在天之灵，就保佑他吧。娘，你别难过。八妹现在关在密室里，只要勤练降魔心法，必能够解除杀人的念头。希望这样，能够慢慢解除心魔，也说不定。唉，但愿如此。
我想我是疲倦了，少小离家老大难回，日日匆匆无尽的漂泊，行囊磨损两鬓天霜，夜里独对宝剑的心